太平洋那边边都是贫苦嘛吼、哦，所以遐个人住伫这个咱讲所谓平湖，1622年占领，叫大英帝国管，走走走，你来讲占这个所在，这是阮平湖管呢。大英帝国已经失管，你唔要去南无钱留意鸟不语花不香，哦，遐还那个所在，所以你还台湾这个叫做古沙族，咱讲叫做山，日本人讲叫做沙，古沙族较甲咱。有诶礼貌诶称呼啦吼，啊，另外一个族群叫做平埔族啦，平埔族有较侪，伫北部你有知影伫，即个所在吼，叫做凯达格人，顶台、白塞、土鲁边、布伦四个族群，伫宜兰叫做噶玛人、噶玛人，甚至甲大家中间叫做道卡士、多卡士，咱丰原大社叫做马泽，哦，啊伫大都清水叫做帕布拉，伫彰化叫做猫屋厝、嘉义叫做何文业、台南西来阳。高雄叫做马卡道，伫屏东叫做阿狗，伫外滩咱叫做水沙人，叫做少，这叫做平埔族，就是安怎叫做姓番，姓个住过，较有文化，啊，这姓番族番嘞，所以九族化村吼，九族即摆已经创翻13族，不管，总是咱拢番仔囝，但是咱看迄个时阵，阿嬷啊来到台湾，荷兰人阿嬷啊，伊摕来番薯番仔炸来，啊个。玉米米玉米叫做啥？番米，番仔摕来卖。啊，阿嬷啊摕来会火，切到拍，叫做番仔火。你看，啊，佫摕来迄咸咸细细粒红红，迄叫做啥？咸番番姜啊，哦，咸姜啊，哦，诶，拢是讲人番，家己嘛是番仔囝，因为咱就是平埔番为主，哦，啊，即较早来啦，伫个平埔时期了吼，来到台湾上早批是倒位啊？你着，你今仔拿去台东。八仙洞的所在有迄长滨文化，你毋知影哦？长滨文化迄上早，因为最近咱考迄个哈佛大学，佮咱做碳十四同位素鉴定，伊迄进程已经做过。咱台湾是代地质学系佮考古学系的教授，因差不多估计差不多是15000至45000年啊。啊，即届这万年前吼，哈佛大学因的鉴定外久呢？25000，所以25000年前伫这个所在八仙洞都已经有迄、那个。原住民来到这个，那讲原嘛无错，因是对这生出来，是对南岛移民过来吼。我说早住民啦，哦，理论上是还是先住民弄会使，我是用早住民较好啦吼。来到这个八仙洞的所在，以后就长滨文化。啊，有人去到北部有，北部说大粪坑文化，哦，大概7500年前至差不多15000年这中间。啊，大粪坑文化对面就是十三行文化、天气文化吼，非常深的，哎，这几百年吼，成千年以来。啊，这中间有足侪无共款的文化，这拢讲袂了。对长篇文化甲啥吼，你予大家知影讲，这族群来到这，早来晚来，啊，有诶你也找无哦。像阮台中嘛，最近才挖到迄个惠来妹妹，惠来遗址3500万，3500年前，3500年前哦，来到阮台中诶七期迄个所在，哦，迄若无迄个拄啊要推土啊，咧赤土落去甲吐起，你嘛毋知迄内底有迄个遗址伫诶，当迄即马已经袂使学袂话。你一定要把它考起来，像十三堂安尼吼，每下做一个博物馆啊，啥货，我即马是安尼清楚啦吼。而且中间矮黑人，反正比长滨文化较早，就是住伫迄个苗栗吼、中立啊、新竹迄边有个矮黑人，啊因叫塞夏族，改别无，因为矮黑人人矮矮啊，啊矮人，那个矮啊人啊嘛，我说高雄吼，啊嘛较高，你看拿破仑，哇，100多公分。欸，你看一寡迄邓小平105公分，拢毋免178哦，你较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人听讲，迄、那个矮黑人去处理迄个塞夏族的查某囡仔，哇、哦，那塞夏族尾啊怎吼，趁月娘去互蚊扎着，凶凶只，当中甲这矮黑人，他那人啊杀杀落去就卡拢死，所以怎去用诅咒的中间才变做讲，当年来创迄。诶，矮黑人诶，迄个什么矮灵记吼，你家己回忆咧啦吼。啊，这个故事就是你讲台湾足复杂诶族群关系。我每一个无办法来写，互你知影讲，迄个族群大概拢住伫倒啦吼。啊，这个族群诶形成吼，真趣味。古早哪有一个人，即个族群原住民来着要住山诶，无可能。因绝对是照海路行，出方便。譬如讲阿里山，你看阿里山即个所在，迄个族群叫做少。诶，少的祖先，伊讲做族啦，族族。诶，你去阿里山大放乡，你看因的博物馆，伫博物馆内底哦，
周族，伊个博物馆是海标呢，伊个谋生工具是海标呢。海标啥物件？海标就是你掠海鱼的。我来请问，回来，刚才那张对吧？请问，咱伫阿里山的姐妹湖达邦乡，因伫山顶边啊掠海鱼，按到迄个那个标有迄巡弋飞弹导航的。啊，三个海鲜啊，把迄鱼啊插着，搁一条线，甲扭过过来，不可能嘛！表示因伫个几千年前，因嘛住伫海边，哎、欸，迄是后来去用拍，拍啊，走无路，亲像布农族走来玉山，哦，啊那是雪山呢，就是太阳族，伊是尾仔才走去山顶，无人海见头，讲开始就要住喺山顶，是高不止三种，啊，叫相拍，叫伊家己孙拍。所以你看，咱做人吼，有时对祖先就无孝敬。几万年前、两万五千年前，无你曾经有人来到台湾，因伫海边咧讨海，哇！古早拄到风台，拄到大地震，拄到海啸，啊，因个船啊吼，去用冲去倒，对遮，冲去南岛。南岛有啥？有东加王国、诺鲁共和国、巴布亚、纽几内亚、啊加纽西兰。你看纽西兰的人来台湾哦，纽西兰的迄。毛利族啊，跳舞唱歌吹气，冲起来有无？破出兵诶！喂啊，你妈你教授，甲因跳过，伊感觉讲，奇怪，伊奈甲咱诶迄个阿美族、布隆族、泰雅族讲话通呢？不要跳来讲 DNA 拢共款啊！这才讲，原来这人古早拢伫海边咧讨海，叫风台拍去南岛，拍南岛了，这人伫咧差不多三四千年前，因为航海工具较好，迄个时阵才好。逆着洋流，黑潮，把迄船驶来台湾，再来就是清国队啊！伫几千年中间，伊嘛是拍。迄古早几万年前讲，伊的祖先算啥？有生存较要紧，所以伊才照样迄平平，即一边叫做平平的草埔啦。平埔做意思就是讲吼，即、這个咱台湾的西边，大概拢是平原较侪，建筑上好的所在。你爱记哦，古代人照样的时阵，因有记录。讲咱用100公尺的速度，伫这个江南平原咧走吼，100公尺的速度，砰砰砰，弄到三只梅花鹿。你看下吼，哎、欸，朋友，我咧甲我讲，恁其他去看梅花鹿伫倒看？敢有法度伫咱的平原看？伫恁遮嘛看无呢？拢无啊，拢伫爱伫动物。看这中间，迄路啊鬼将白个，特别是日本人足爱的。嚯、哦，因为迄个356亚麻木多伊索罗古迄种的吼，你有知影山人用迄款梅花鹿穿袂足？威风的，所以荷兰人伫1622年，伫平湖，咱古早叫做平湖，叫大英帝国拍撤退。1624年来到一坤新，二坤新，一坤新、二坤新，就今仔日的迄个安平港吼，伫台南安平港对白。因拄着迄个族群叫做西来人，迄、那个族群的语言，伊只甲因教罗马拼音，伊用罗马拼音来写圣经。迄、那个圣经到到1865年，叫马斯韦尔马哈高医生，英国来医生，看一个惊一个，哈、啊！伫200年前，你才会晓晓读起圣经呢。原来迄个罗马拼音，今仔日长老教会，哦，咱这个无咧长教会，伊拢用迄老岁仔人80-90岁，你看伊看英语，不是啦，迄是罗马拼音，足水的单位。哦，啊，所以向从希腊人做，直接就甲伊通婚，通婚了，你的血统内底就有啥，就按摩啊。啊，就头毛会翘翘，都会目睭较大蕊，较面头较水。哦，我今日来到玻璃，才发现讲，笑，安尼家己拢，只面头只水，迄是普通水，比如说要求水，要求。这个形容词吼，这个形容词就是代表是安怎？咱今日人讲讲，阮玻璃有什么4个 W 对无？上赞的所在啊，讲是说 wind 风，无风台，干物样？尊重有买少贵冰啊，对不？啊，搁一个讲我说 water， 我也水，我食了够凉的水。啊，过来 wine， 我就讲足赞的，我遐啉就无共款。啊，搁一个 W 是啥 ？Woman，woman，woman，woman， 妖秀哦，这都对啊。食了玻璃的草，特别水。哎，敢啉水来？是啊，不是 ？No。头对的啦，我跟你讲，头对的，哎，来哈，我以前都跟你讲实在话，迄就是咱家吼，迄、那个泰雅族加布农族吼，啊加平埔族的哦，上济，而且五个族群五声吼，因只头，啊愈头愈水啦，哎、欸，咱人吼、
绝对爱头，你若无头，白加纸，较生就白加纸，你尾啊，然后都纯种，要求碰到较精细。啊，你若是有头花吼，用，够漂亮，我说 excellent， 我一生够赞。所以伫阮遗传学上吼，阮人鼓励爱同温，绝对唔好讲吼，安尼讲啊，咱这刚才你饲迄观音大公吼，做这纯种的一百万，迄唔对啦。人就是爱愈骨感，他的作用，你也看卖啊。美国今仔日总统奥巴马。伊老爸也是黑人，坑起来呢。伊老母咧，夏威夷的白人。你看白人黑人头来，虽然还佫皮肤黑密嘛吼，但是伊的头脑就是哈佛大学的，因某嘛哈佛大学，你是安怎？对无？人就是安尼，所以混血真要紧。